神域一点，来来，人不用动，没关系。给他洗呀！贵人哥，你今天1、2、3。我每一个都让神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没按过，好，没按过。在五个当中，有三个你都有机会按，好吧？我怎么都是我在按，我的手指头都快要焦黑了。什么焦黑了？谁啊？1、2、3。没有，我自己都觉得很强。有哪一颗？有哪一颗你想要特别再看？还有一个没试到的那个林立文。对对对，林立文的不像，不像哈。那五颗，哎，可不可以我们再麻烦林立文去按一下茵茵的好不好？哎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厉害喽！可以正式来猜了。好厉害哦！茵茵的，好，茵茵这一刻，我演得那么烂吗？结果还是我们吗？茵茵，好。大爷的，对大爷，大爷的啦。宝咖咖演的还不错。哦。试试看，1、2、3。我们是叫你们揭晓答案，不是叫你们演。神家演的，搞不清楚。演，大家演就当白冰霜。是一个，确定吗？真的。我的。出来。好了，恭喜我们，正确答案是宝咖咖。我说宝咖咖也太倒霉了吧！而最后一关，两队又要挑战什么呢？超强身健康步道，平时是强力健身的好帮手，但如果在上面原地跳，那可是会痛到你哀哀叫的，难易指数高达5颗星，发表喽！我们请到梁鹤群来示范，在健康步道上原地跳会有什么反应吧。尤其是身体不太好的人，跳完之后的反应一定会像梁鹤群一样的啦。而这关御林队的苦主，哎，我的天哪，还是宝咖咖，你可要好好演替御林队守住这一分哦。五位当中，底下有这个健康步道，对，那上面啊跟真山是没什么两样，有没有看到？那等一下他们会有人起立，然后。差不多这么高，哇，直接涨上去，好吧？要不要换他们换位置？要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谁跟谁换？玉林跟茵茵换。好，玉林换茵茵。好 ，OK。请问你好像喜欢把玉林跟茵茵打成一对。茵茵，请准备，请起跳 ，Go。好，请起跳。跳一下，玉林哥连续跳50下。来了，别了，别了，同样跳，我也要跳，想看，玉林哥跳，好，没有在，加油，跳5下，5下，再高一点，哇，他老婆也不信，我看到的样子，哦，好了，大爷跳。大爷跳5下，跳大爷5下，跳5下，预备，小心小心，一，还有有，哎呀，三，哎，很有可能。
下来也可以选两个，好吧？好好，可以选两个哈，选两个，两个中一个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是吧？对，那你就选他们两个，就两个男的是吧？对，是。好，请揭晓。从吃马鸡也是，对，茶也是他。宝咖咖今天还真是倒霉，每一题都少不了他。看来他还蛮能吃苦耐劳的哦。所有您身材太火辣，眼睛完全被忽略。想看哪一位？再跳一下。所有您。